接下来五组队员将面临四重考验，每项挑战获胜的前三名将获得神秘之水的线索，最后拿到神秘之水的一组队员胜出。挑战第一关，和集市上的商户玩骰子游戏，获胜者有机会获得一瓶水，但五瓶水中只有一瓶是神秘之水。加油！加油！奔跑吧零度，奔跑吧兄弟！本栏目由上海大众汽车奢侈宽体轿跑 Lamando 零度独家冠名 ，Lamando 零度即将登场，零度轿跑，魅力战袍。本栏目由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特约播出。极致影像，至美一拍，参与互动，赢取 OPPO N1 Mini 旋转拍照手机。开门，后门 ，Hello， 快快快快，这边快，哦，你一定要照顾我。好的。我知道你运动好厉害。我们跑很快，你看这么大坡，伤人。伤人？伤人在哪儿？伤人长什么样啊？喂，依林，回来。哎，我的帕帕呢？我的队友在哪儿？不穿衣服往那跑了吧？不穿衣服往上一个一个跑，OK， 要两个一起的吗？一个一个玩，大骰子，然后呢？一个一个玩。去哪？有二旗的地方都可以玩。这里可以玩。二旗。好。哎，我们拿到了。那这个骰子怎么玩啊？对，我们去找玩骰子的人。哎，来了！好，玩骰子吗？玩，可以啊。如果你能比我的骰子大，我会给你一个盒子哦。好，比你的骰子大是吧？我们先啊。加起来啊，不是六，咱们六，那你们来，等等，你们了。我们准备了，同志们，我们一把就赢他们，好吗？好。OK， 准备啊，一二三，哇！哇耶 ！OK， 成功。快给我们 ！OK， 好，是我们那个水平吗？哦，好吧，你骗我们，我不相信你们了。去下家吧。OK， 谁是老板？谁是老板？老板，金米饭，你们先。啊！哎！一，一，一。赢了还要找一下吗？找一下。哎呦，真的快找一下，快找一下，没有。不行，我们要打开看一下。你快摸摸大太一下。好怕怕哦，摸一下，先不要拍。你摸摸到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摸摸到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也知道一样。好，这边等会儿，想玩个游戏吗？你是爷们儿，我就相信你。好的，好，来吧，玩一次，我们这边玩吧。我这边玩，我是大我是小，你还没说呢。如果我我是大我是小，你还没说呢。如果我大小，我们大啊，你们就指到那边去。如果我们小，好，就告诉你。好，继续。好的，好，就告诉你。好，继续。好的。哎，你别，你那刚是五，刚是五。不是，我刚才看没有，明明是五。好，我们来开始，好，开始啊。好，这样的。那五注定是五。哦，这怎么都是五啊？你们俩。对呀。堆吧。六，一，六，一，六，呀，呀，哎呀，行，有，崩溃了，来找，继续找，干。
他十哎。哎，我拿给你们看。让打开看看，给你偷偷看一下。快一点，快点，不用偷偷看了。走吧。哎呀！不是，不是空的吧？应该不是，快点，是空的吧？我自己也没有看过来。金赞。快点！我杀死你、啊！走。没有啦，只能看一眼。你说，太好了。有骰子吗？有骰子吗？有。OK， 一看你们就是可以的。我先说一个规则，你们一定要扔得越小越好，好吗？对啊，就看着超哥这么帅就很小，你们应该喜欢他演戏。对，我们看我们跑一路跑来，一个瓶子都没有拿到，来吧。哦哦。太惊险，这个太惊险，谢谢。哦，哦，哎呀！恭喜你，请带这个水瓶到码头坐船。OK， 我先走了，来，撒盒子在哪里？对，就是水瓶，拿骰子。码头是我。哎哎哎哎 ，Hello， 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。One two three， 耶！来。走啊，不是吧，啊，为了我们的两个一，啊，给我们亲吻，给我们俩一，我就给你留个纸，真的假的啊，真的，好吧，来吧，都就来一了，真的来一了，嗯，录节目还要一呀，哦呀，啊，真的有啊，真的有啊，赚了。没有别的了吗？没了，那手就要拿走了，拜拜。过了，这有这有这有这。哎，好难、啊！你们骰子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摆个一吧。我天啊！来吧，请便。你们赢了没奖品，我们赢了有奖品。来，老板娘给我们两个一哦。一。我们两个一的，我给你打工的。你别来个一就行，你大过一什么都行。大一点，大一点。没压力啊，没压力啊。走吧，你们，我们遇到太多个坑我们的人了。谢谢。好开心啊！你来拿，你来拿，我怕我摔了。张涛，哎呀，也没有走多久嘛。拜拜，拜拜。没有，哎，等会儿还没开始。今天他是我女人。哎，你这样刚好，这样刚好，这样刚好。这样刚好。朱来，你的身高真的不矮，非常标准，真的非常标准。还有，你要拍摄的话呢，兰心，兰心，你记住，你到哪儿走，你到哪儿走都可以，不能在我前面走。你在我前面走，我镜头我也看不见。你记住，在我后面。啊，我走你前面，镜头你也可以。也看不见。她是我的女人，我叫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看得见吗？啊？看得见吗？啊？聊下你的感受。你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环境吗？我喜欢，而且我觉得特别舒服，特别凉快。刚跑得很热，但是雨真的下得很大。但是有你啊，我知道你会帮我遮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越来越大了。
好浪漫、啊，真的好浪漫、啊。我们可以拍过去。虽然这样，可是你可以走走看，通过他们的传媒，我。哇哇，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组设计的吗？这是第一名跟第二名一样的待遇吗？好有规模啊，好有规模啊，哇，人工降雨，哇，太大了吧，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？人工降雨，哇，好吧，好吗？好，使劲 ，perfect。你们谢谢你先生。待会儿跟我们节目组，待会儿节目组拿啊。情深深雨蒙蒙，来吧。对吗？这才是可以吗？来一起唱，主要是他一起唱。情深深雨蒙蒙。不要不要，就是要这种感觉。哇哇，好多很烦。对，这个雨声发的好。太浪漫了，太浪漫了。他们第一艘船是没有篷的。第一艘船是没有篷的哦。下大雨，他们会不会沉船呢？第二艘船挤那么多人，我们就两个人，我们很开心包一艘船，也很浪漫，对对，知道为什么吗、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爱。 Yes， 在什么年代？在每一个年代，汉堡包的年代。小明，我和 Angelababy 坐在同一条船上，可是岸上的乘客在喊黄晓明。小明姐，你的威力太强了。起码现在你在我身边，你在我身边。起码现在你在我身边。这倒也是。天高皇帝远。他们的瓶子和我们的瓶子上面的颜色长得都颜色不一样，长得都一样。我刚打开闻了一下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闻一下吧，我来。都不是，不，我真的是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隐身试毒。别别，如果感觉不对，我立马拖出去，然后接点鱼回树洞黄。不要不要，这种事情要做也是我做。那你来吧。我就知道是这个梗。我就等着你说这一句，你知道吗？你喝吧。算了，我们还在一辆船上，我不想下船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们这个什么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及。对，所以说，我们还是上一期的兄弟。这一期我们还是兄弟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我们是一条船上的，我们不需要你怀疑我，我怀疑你，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了，我们已经证实了，来，我们现在就是探索我们如何进到下一个第二线索。今天如果我们五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离不弃，我们什么要对决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起的，我们不要背叛对方。对，海枯石烂，天涯海角。哎，你今天穿了上一期的郭胜的衣服，贵服。哎，梅雨来，梅雨了。哦，哎，快，可以请。那只有哎，哎，他们到了没有？你们找到我吗？都湿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那么狼狈呢？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饿了又，我怎么又饿了？你怎么又饿了？我可以。哎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我们淋了雨。啊，先站好。请把你们的瓶子放到你们的名字上。对，记住自己的瓶子拿出来，瓶子拿出来放上去。
你们的瓶子放在你们的轮子上，他们是紫色。